仑山苦茶油观光加工厂总经费1800万元，主要是透过花莲地区永续发展基金的挹注，土地产权目前是花莲县政府所有。乡公所表示，将会向县府申请拨用，之后未来加工厂就办理委外经营来启用。仑山苦茶油观光加工厂109年8月27号动土之后，各类装备设施终于在近期装设完工，等待各项的申请程序招商后就能够运转。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基地，我相信这些愿意负责的厂商会帮我们来做一些重新的来推广，我们的这个面积够不够，还有我们的这个栽培这方面，他必须要有责任，让我们的这些苦茶农也好，任何的农业也好，都要去做，必须他们要有责任，负责把田野的这个管理，甚至于把外面的这些游客或者是我们的消费者直接带到田园。仑山苦茶油观光加工厂总经费1800万元，主要透过花东地区永续发展基金挹注，土地产权目前是花莲县政府所有。公所表示，将向县政府申请拨用之后，未来加工厂就办理委外经营启用。我们竹溪乡几乎的农民都是非常热爱我们这个农事工作，而且很诚实，很有良心，他们都几乎是对土地是很友善的。这是我们一向布农族的传统，就是应该要在做播种的时候要唱小米丰收，就是祈祷丰收，一直到收获了还要做丰收祭。所以可见我们布农族竹溪乡啊，对这样的一个农事作物啊非常的严谨。所以我相信我们招来的厂商将来也必须要这样做。根据县政府统计，到109年，花莲县苦茶树种植面积有250公顷，其中竹溪乡就占了129公顷。苦茶油观光加工厂未来将有利于在地苦茶农进行榨油之外，同时增进在地的产业发展。记者高双双竹溪乡采访报道。